铁灰色舰艇就在海上加速往前进，再拉近一点看，发现这国旗好像不是我国的，而是五星旗。军事粉专团队记录下这一艘不属于台湾的船舰，就在四号时很靠近我们的海域，而且把地图拉出来看，已经逼近24海里，就在宜兰乌鼻石外海。只是共建那么靠近，相关单位都没收到通知吗？都没有收到共军又来扰台，还那么靠近。以往国防部都会主动发布相关讯息，也会揭露相关的飞机或者是船舰型号，这回却是静悄悄。所以其实中国呢会用这种科学调查的名义去世界各国从事这种调研的工作。其实这一艘侦察船没有携带任何武器，也曾经到日本附近或是到其他海域进行搜查，但往往都会对外说这是研究船，因此可能第一时间没察觉。居然是被由民间的军事粉专率先公布。那大众呢难免会质疑说啊，你们的军方这是海空军的监控能量到底在哪边？除非是有特定的这种相当敌意的敌军动态啊，我们会单独做一个回应。那么特定一些网站做的一些特定的预测，我们没有评论。尽管日本在这几天也有注意到这一艘，公布它的位置，最后是航向太平洋，不过它进到台湾领空领海又鬼鬼祟祟的离开，难免引起军事迷关注。 TVB 新闻简大陈先伦宜兰采访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